欢迎继续收看《上界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》。为着要协助毕业生甲民众找到适合的头路，南投县政府每一年拢会举办一场就业博览会。这个规模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盛大。今年除了有52间的厂商提供2200外的工作机会，现场嘛结合着社会团体提供多元的服务。想要找头路的朋友，5月28号在南投县的会展中心就业博览会，千万就唔通错过了。无论是将要毕业的大学生，还是想要换头路的民众，手提着履历表，在现场找找适合的头路。参加的厂商业者马上向民众说明工作内容和相关福利。想要找头路的民众，是将现场挤到满满满。因为由南投县政府举办的就业博览会，来参加活动的厂商是多元又够丰富，让民众会当依照家己的专长找到适合的头路。那呢，毕业季节够搞啊哈！那咱县长林明珍特别关心咱毕业应届毕业的学子哈，啊，甲咱南投县啊，即要找工作那呢民众，所以特别伫今年5月28日。要阁举办一个就业博览会哈，按叫做心想事成啊，鸿运到。今年的南投就业博览会将伫5月28号伫南投县的会展中心盛大展开，拢总52间厂商提供2200外的工作机会，其中阁有8间上市公司以及病院甲饭店等厂商业者共同参加，同时嘛提供免费的履历检查甲咨询服务，希望好民众会当顺利找到头路。在时9点。啊，到12点半，咱有意思要找工作的，咱的民众拢会当到咱左树大桥过，咱的惠农工商会展中心。哦，咱透过这个活动，咱馆长啊，真希望讲，咱所有的企业拢会当找到好的人才，找到好的人力。咱所有要找头路的，咱的民众拢会当找到一个真适当的工作。南投县政府表示，5月28号在南投县会展中心举办的就业博览会。为早起9点开始，到中昼为止。现场除了找头路的服务以外，也有提供猎人甲义诊等活动，欢迎乡亲踊跃参加。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。